这边看起来的话，我们这个库奇的是已经喝完了。Gemini 要小心啊，被李信踹到，严格进场，重击掉了。这边已经脚闪，毒啊 ！Gemini 脚闪，这个蜘蛛网也没中 ，Maple 兽赶过来要保护自己的队友。哎，严格在弹哪里啊？弹过来都弹到 Maple 兽面前，有点搞笑啊！再踩再拍，哦，但是没有躲，还在等你，还在等你。闪现交出去之后，严格是终于逃离 Maple 兽一阵毒打。真的是要重看看，重看看。而且 Fabian 的推线推引库奇的情况下面，也没有跑线的优势。这个球体大就卷空，女武神特工放出去撞击，眼看这里是把巨灵灰鸟给撞走之后，在盾野往前 Gemini 有点危险 ，Gear 赶过来支援 Gemini 差一点点血量，也是给追回来哦。下路是略拿到优势的情况，眼看又要来中路来踢 Gear 了，哇！先盾野把 Gear 踹出去，而且是闪现跟 Q1 接 Q2 Gear 往后女武神特工，哇！给他手杀被 Gear 给拿走，希望有放。但最后 Gear 是站着没有躲过了这个球女的第二段 Q 跟 W， 也都已经补满了。所以我们看得出来 ，SK 的下路线不敢推，他不敢推。没错，出钩，严格想要盾眼，直接被一个绑住，漂亮，拿到人头，不错了。因为我看过一些讨论串是说这个 EU 的大局观是出了什么事情。我们看这个，这边看一下 replay， 哇，又要来秀一下这个三 D 视角了。Q， 哎哦 ，WR， 那 Q2 飞回去嘛 ？Q2 飞回去没有错，哇，而且你有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当 EU 队伍有这个很亮眼的表现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有三 D 视角。哎，不会，但这条 Lily 飞龙应该是抢不到，要让。Gear 又被卷大卷打了半条血，女武神特工往侧边拉，后面有茂凯赶过来包夹 ，Gemini 在岸上 ，Fabian 这边想追，后面茂凯来了，在 TP， 现在是 Maple 兽来下 ，Fabian 这边有点危险，但进化交出去绑没绑到，后面蜘蛛上吊的烟很盾眼过来，现在后方的他们一个人是承受了三个人的伤害，后方阿贵的狙击一直狙到了三个人，但是 Maple 兽在前面扛住了四个人伤害，扛不住了。严格倒下，现在是两边 AD 对点，哇 ！Nuclear 往前闪现接普攻，这个回旋之刃没有刷到，反身一个致命伏笔把 Nuclear 给定住，的话就是这样缺点。看一下这边上路的话还在撸，打不出什么。不过看一下 2K 的转线哦，现在从下半部把视野做到上半部，哇 ！Chief 一个绑蜘蛛上吊 ，Gemini 这边有点危险了，下来之后是来到严格面前，但是 Gemini 被严格给踢出来之后，看一下第四把加罗尔伤害把人给带走，但第四把没有命中。所以这里是残血逃脱，而且上半部的话，詹美一个人是把 Maple 兽跟 Nasty 两个人都给逼开。对，这个 B 点的话就是转线慢的嘛。这边 H2K 他中路没有办法守，上路外塔也要掉了。这个是其实刚开始看到中二塔这个掉了之后就上下都很难守啊。对对对，势必会这样子。对，那个射手柜，阿贵你要小心啊，要被单挑了，被盾岩，然后严格粘住了，啊，被杀掉了。我觉得有很大意，这个距离虽然比较远，但是是有机会的。却在侧边，不要被抓，一个绑 Gear 被抓到，但是 TP 已经下来了 ，TP 已经下来了。这里是纳迪鲁斯的 TP， 想要绕被 Gear 在做骚扰，现在 Nasty 也赶过来，目标应该是在 Chase 身上。但是 Gear 是女武神特工，哎，没他没有叫女武神特工，是被李星踹过墙了。现在纳迪鲁斯被爆之后是闪敲敲在 Chase 身上，要抓再一个钩子，直接把 Chase 给抓掉。这个整个战况来说的话，两条地龙是，我觉得是比起一条水龙来的好很多的。哎，中路怎么是真的被抓到了？这掉了蜘蛛，这个蜘蛛掉下来之后，马上就要闪现离开。但 Nasty 被放生掉了，现在 Ozame 一个人往前硬压位置，把阿贵的两招又逼出来了，直接一波逼了三个闪现。这应该就是 Nuclear 开大绝的一个加速阵的破坏力哦。对，这边的话瞬间被抓，我们其实还没有看到最初的话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啊。但是巴龙就有点危险了，巴龙区里面全部都是黑的，下了鹰眼睛球之后，看到对方正在吃。华丽先不开起来之后，阿贵这里是要来制止对方逃跑，而且是球女先倒下，菲菲这边死去了。梅波在前面坦上又一个狙击，直接把茂凯也给狙掉。哇 ，double kill！ 第二这里拿了个大宝，再继续往前。全跑全跑全跑，可以了，拿到 triple， 再来一个夸奖。这边能不能走掉？华丽没有东西都没了。哇，但是 Gear 没有往前追击，反头要来吃巴龙了。这波完全是 Gear 打出来，他这个大飞弹直接进去，然后炸三个，菲菲杀掉，菲菲连闪现都缴不出来。哇，这一波什么都回来了，拿到了巴龙 HK， 把整个局面都给打开，就靠这个 Gear 的库奇没有错，来分推了这个 LMS Special， 对，这个是 LMS 最爱的一个玩法，因为以对上茂凯这条边线来说的话，出指挥其实是很棒的解，阿贵被绑住，严格对下来之后用阿闪来单杀阿贵，阿贵这里残血套了盾，最后是被救出来。Nasty 的位置比较深，有点危险啊！看起来是要死了。没有闪现，哎，这个贴脸绑没绑到，但是被飞队给绑住之后 ，Nasty 要倒了。哇，接连的站位失误哦！虽然说阿贵没有死，但 Nasty 是代为陪葬。对，这边的话我不太懂哎 ，HK 怎么这么容易在中路这个草丛？我们看可以看到 HK 他的打法，就是这个因为中期过了，所以 LMS 最擅长的是什么？中期。现在过了，现在已经到了快40分钟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们刚刚其实也看过同样的一个剧本嘛，今天应该会再来演一次。然后 SUK 又开巴龙了，到底会不会出现第二次惨剧？但巴龙要掉了，巴龙被 SUK 给拿走了。狙击开，
这里 Chase 残血，但是由 Ozami 的冒牌弹在最前面。第十八射，是很痛的。Ozami 这边勾住，没有说想要往前做控制哦。Ozami 这边盾超弱，这边无比有定住，但现在 Gear 的输出位置非常完美哦。至少带一个，盾要全接到，就到两个人 Gear 这里残血。Nuke 先回家了 ，Ozami 这里能不能弹住？没办法，阿贵一下的暴击直接把这个树人给收下，还敲两个人，敲到两个人。却交出了闪现，但李信也可能想要踢下面的蜘蛛，后续的追击应该是追不到。哎，却又抓到，竟然想要丢招啊！反而被蜘蛛给定住，但后面的阿贵又被李信给抓了，也可能只是立了大功。但是烟狗打得还蛮聪明的，那这再绕一圈。而且烟狗是看起来的话，想要跟贝贝一起来留。哎，贝贝的闪现交的及时，先躲过了 Maple Soul 的钩子，直接被打掉。Nasty 赶过来，接下来的火箭轰炸也很痛。但再来另外一个点是，这个我刚看了一下，这个在库奇身上的话是没有误穿，他最后是出了陨落，是要从前排打到后排的意思。这个就是要从前排开始切了，就打趴出，但是开了狩猎大绝要来追人，蜘蛛网出手之后，当然被定住在后方。哦，岩岩手下往前踢了之后，直接被打掉。当然被关键场中绑在梅鹏兽身上，后方开狙击，这里打在梅鹏兽没有，但在梅鹏兽身上没有复活甲，但吃了补血，血量非常的高。当然再一次绑住后方，蜘蛛是抓到岩岩手位置，岩岩手叫哇，这个一绑三一跑。但是球女这里收下了梅鹏兽的人头之后，下连卡马连底也倒下，姜木乃是在死前收掉了一个球女，但后方。HKE 的成员是几乎全死光了，剩下一个阿贵逃跑。Gear 这边怎么也倒下了？因为刚刚 Gear 其实我看他是去追这个 Nuclear 的位置哦。哇，我在这种窄口的话是很难。神的位哦 ，Nice！ 哇，这一波很关键。掉下路的这个兵营塔，不过看起来的话 ，HKE 的人不知道。嗯，有拼出来，那这个时间应该是知道了、哦，在有吴俊勇陷落之后 ，HKE 粉 ，HKE 粉来一波推一个，他是怕 poke 啊，所以不敢。刚前面两次都有尝到这个教训，但是有感觉要先抓到人。哎，后方 PP 亮了，这里是位置要敲好，位置要敲好。哇，现在是把 HKE 给赶出去了，赶快保护阿贵，保护阿贵。阿贵在哪里？但 Gemini 还想要来做控制在侧边，现在整个阵型被拉开了。这样子的话，赢个 TP 很好很好，上路也在推进。但下半部的话是 H2K 的一个大团的兵走进来了。这里感觉的话，显然这个紫薇骑士应该不是放在下路，是，但中路的 HKE 有一个点塔的机会，哎，上空城了，有给一个人单点掉这个中路二塔，但是 H2K 要来开巴龙了。来看看 HKE 这一波能不能防守住，还是说可以直接打一个胜利团战，把游戏收入口袋？哇，这里的话，其实 H2K 已经在吃降防了，他们的位置很尴尬。这边 HKE 只要卡住，直接切中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直接切中，因为上路那一大波兵会走进去，然后他们要守的时候，直接转巴龙，就是这个样子。HKE 这一波把巴龙的区域的视野给掌握起来，而且兵营中路 HKE 还重生、哦，直接开起来，直接开起来了，速度应该是挺快的，应该速度也挺快的。但是我觉得对面来的有点快。事情哦。小心压烟口，小心压烟口！直接把盘在地板上，太漂亮！拿到了巴龙，这边是 HKE 拿到了巴龙，在 Omega 这里是绑在了梅峰手，这个团战位置其实非常的好、哦。后方阿贵开了 GD 之后，第一发是小心一下切，小心一下切。第二发有命中，但是后方的话是一个致命战方，直接把阿贵给逼掉。哦、这边看起来没有办法保护一下，阿贵大举已经被取消掉。梅峰手站起来之后，一个钩子回去勾，是用护盾挡掉了第一波控制，但后方一个致命。哇！一杯全三，一卷三，一卷四，直接把团战给收入口袋，拿了个 double， 而且 GA 即将站起来的李信也开始还可以作战。又看夜色元件，上半部蜘蛛想要收人，但是反而被分贝贝也给抓掉，推得动啦。但是哇，把一个超远距离的绑，看起来是要直接收 gear， 但是 gear 一下暴击，直接把 nuke 给抓掉，漂亮。我觉得他们这个打有点站着之后，想要来再反射，好搓、喔，死掉了。哇，这打什么？这也太搓了吧！站起来，把 GA 给送掉。这我只能说真的很搓，真是不知道在干嘛。因为刚刚 HK。似乎是想直接结束游戏，而且现在没反秀反秀 ，TP 从侧边中路侧边要进场来夹 SUK 剩余的队员，第二开了格林机枪，像 Ozami 没有什么状态了，再点一个普攻就死了，加入了下面的护盾之后再哇，这个秀的还蛮漂亮的，看一下烟口，但是烟口这里的话是盾眼跑掉，阿贵来吧来吧，争取一发，第二发啊，已经脱离了经济范围，但是有叶拿到了这个击杀，后方 Ozami 也被留住，爆破结果下墙被灵魂链接绑住。现在是 Gemini 的蜘蛛也在追击，现在 Maple Soul 也在追，来看一下这个神秘铁矛硬敲敲在了 Chase 身上。哎，我不得不说，这波端内真的错，真的，但是 Chase 看起来也走不掉了。这 Maple Soul 还在追，大好局啊，怎么打成这样子？收下了 Chase 的人头，我端内还在跑，哇，他跑了一整张地图，从人家家里面，哎，远方阿贵的一个致命伏笔收下了我端内的击杀。哎，来来，这个时候应该要看一下 Twitter， 这边要看一下 Deficio 有什么好说的这样子。说这个 HKE 没有什么 scary 的啦， scary 的都是我们家的。因为刚刚那个真的是 HKE 急了，他们想要结束游戏。
不用啊，因为刚刚如果把 gear 收掉的话，似乎真的有机会嘛。对，但是球女没有磨，但是 gear 三，哎，球女哦，有一卷三，为什么每次都一卷三啊？秒掉了，你们小心一点好不好？哇，这个卷的太轻松了啦！这个卷的就是站着把你卷进来。啊、但是这一条远古巨龙的掌握 ，H2K 放掉了，换成 HKE 开始吃。但是这个远古巨龙其实中间有一个 TP 点位哦，后方要进场了。哦，当然是绑住纳迪鲁斯，而且也开始下来要来重击。来看一下这条远古巨龙谁拿到往前撞，这一下抢到，拿到致命针放出去，这非常有关键哦。装备看一下，一发、两发、再卡顿、三发，打不死，打不死，太全部都射出去。这边赶快留人，赶快留人。哦，单美被定住，看到上路这个兵线，要赶快留人。上路已经是推到了高地之前的 ，H2K 要回防，地图全开。哇，又是一个3D 图，又是一个炮车。对，你看那个炮车现在就是谁在驾驶？斜坡哎，那不是小兵在驾驶，那是秘密弹在开。哦，是秘密战车开出来。你不能这样了，你不能这样讲。到时候这个电脑粉丝会说克莱门是不是不喜欢秘密弹？我没有，是因为这是秘密弹拿手啊，秘密弹的这个大招。我再转一个巴龙。哦，这个行为流水的转线哦，上路的塔已经拿到了，而且花女要回家了，这里可以转了，可以吃哦，可以吃哦，可以吃。却回家了，下了一眼金球，但是 HKE 是掌握到了巴龙的时间点，放了，他们知道来不及，直接放弃 ，HKE 直接放弃了。哇 ，HKE 这什么高智商 play 啊？一二三二的暴击 ，HKE 拿到两条的巨型地图物件 ，HKE 完全的略过了这个视野防区。这里视野其实会被发现哦，他除非是射墙过来，应该是要踢 gear， 但是开了狙击的阿贵被顶上了闪线。眼看自己想要留人，结果没有踢了，踢了 Maple Snow。哇，怎么都喜欢踢 Maple Snow？ 在整个会战的中心，而且现在却放了一个大绝。看一下这个球没有滚到，大绝空大空大，菲菲本被敲起来，而且这个墙可以，这个深渊铁矛都攻了。菲菲本快倒，菲菲本倒，菲菲本虚弱，还有惊人。看一下眼口擦一发，看一下菲菲本的，哎，菲菲本没有买惊人，所以菲菲本不敢打。真的，捞掉了一个他们的人头。HKE 这一波不错，神手贵这个反应好。高地。上路可以拿，上路可以拿，转上，上路比较安全。这里是从中转到了地图的上半部，但是看起来的话，这边想要反打 ，Nuclear 伤害很高。要倒了吗？开了自己的，先倒了，开始打。这边的话是五打三的一个局面，加罗又倒掉了，至少三兵营。注意一下，琼绿大师开回来了。看着刚 Nuclear 回去这丢出去之后根本没有伤害啊，现在在转下，哇，那看起来这个三路的兵营都要被 HKE 给收下了。看起来 HKE 很难防守。对，这里的话，这个看一下复活时间哦，其实45秒还非常的久，只捡到没有手。对，我想要 engage， 往前打。看一下烟口已经破甲掉，哎，破甲一弹丢出去，有没有帮手来砍伤害？现在 gear 在前面，哎，阿贵这个闪现往前想要硬冲，1800的暴击爆下去，但是被 nuke 也给反收掉了。这个要怎么冲？但是收掉了一个 carry位，四二。然后往前提前看，这里完全没有血量，直接被打掉了。珠宝大门打开，珠宝我都要把人弹光了。大家 Gear 正在点珠宝，然后转头打人 ，Nuke 正在收掉第一个，收掉第二个，哇 ，Nuke 连收了三个。哎 ，HKE 还是赢了。哎，不是啊 ，ES 有你要让我们看到你啦！看到珠宝爆了吗？不是啦，哎，在干嘛？哪有团战打到一半，然后就直接珠宝爆了就换了？好了，那这个最后一波，我以为 Nuke 要收光了，有点危险。